宫斗戏《金枝欲孽2》开播以来一直收视低迷，为了力挺新剧，5月4号上午，主演蔡少芬在微博上以剧中照片来自黑恶搞，不料皇后娘娘那一句撕心裂肺的呐喊，臣妾做不到啊，竟忽然成为网友们热捧的热门话语。不料网友们玩起了 P 图来表达自己的心声。其中被大家一致认为最为悲伤的，莫过于网友的 P 图神作，让臣妾减肥，臣妾做不到啊。图中陈建斌扮演的皇上冷眼嗖嗖，表情严肃，似乎正在动怒。接着是皇后娘娘扭动的脸，和众吃货一样的吐露心声，不是不想减，是臣妾做不到呀。看形势，臣妾做不到呀这句话肯定会再火上一阵。各位亲们，最近你也有做不到的烦恼吗？优酷娱乐播报，这里拜大。汇聚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《算意英剧》尽在优酷。